信中同学修行守则立要结录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放掌，请大家翻开立要节录六十一页，六十一页从倒数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四十五。 啊，这一条看起，不得习学外道书，除自力有余，为欲知内外教深浅责可以涉猎然，然勿生习学想。啊，那么这一条啊，啊，我们早上啊，跟大家分享。 师门重行路，啊，这个生物外学，啊，这个外学就外道书，啊，这个佛教以外的，啊，这些经书典籍。那么出家人这个身份、这个形象，主要啊是学习佛经。 学习佛经为主啊，那不能啊。这个主要啊要学的佛经没有学，那就学啊其他的啊，其他这个宗教的书啊，或者呢中国的呃。 儒道诸子百家啊，写写那些，那这个跟自己的身份呢、啊、就不相应了啊。就是出家人呐、啊，应该是以学佛经为主要的啦。那不能啊，宾主颠倒，喧宾夺主啊。那个主要的没有学啊，或者是放在其次的，去学啊佛教以外的这些经书典籍。 那这样就错了，啊啊，这个就宾主啊颠倒了。那么佛教以外的经书典籍啊，不是说完全不能涉猎、不能学啊。所以下面讲啊，除智力有余啊，智力就是自己本身的智慧能力啊。那么佛经学好了。 啊，对这个经教的道理啊，通达无碍了。那么学有余力啊，就是你有剩余的时间、精神啊，那么可以啊，涉猎啊，是因为啊，要知道啊，内外教深浅可以涉猎啊，内外教内是指佛教本身的、啊、外呢就是佛教以外的啊这些。 宗教啦，啊，这些经典，那时在讲啊，都是教育了，啊，主要是说世间法的这个经书典籍，那、啊、跟佛教的经书典籍啊。那么要了解啊，啊，彼此之间的深浅。 啊，所谓生前就是佛教以外的经书典籍呀、啊，只限于啊六道里面啊，一般啊都是讲人天善道，不出六道生死轮回啊，没有提到啊了生死这桩事情。唯有佛教呢，它主要是了生死、出三界。 脱离六道轮回，以这个为主，所以叫做出世间法。那没有讲到啊，了生死出三界的、啊、这个佛教以外的啊，啊这些经书典籍呀、啊，那都属于六道里面的世间世间法啊。所谓世间法呢，就是没有脱离六道。 这个范围，在六道啊，这个范围里面的啊，这些经典呐、啊，都称为世间法啊，所以这个在佛教啊，称为外道啊，外道就是说佛教以外的啊，这些宗教啦、学术啦啊等等的啊，所以这个。 出家人当然不是以学这个为主啊，出家人你是学佛经为主啊。那么，如果为了要知道啊，内外教，那就是佛教里面的、佛教以外的啊，这个各个学术、宗教典籍的前身可以涉猎，可以涉猎，可以了解，可以了解，这个也是。 弘法立身的一个方便啊，也要了解啊，因为不了解啊，你不知道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浅深区别在哪里啊，这样讲经弘法呢，呃，也很难呐、啊，去度众生呐、啊。所以通佛法还要通世间法啊，所以我刚出家那一年呐、啊。 哦，家师敬老和尚就给我讲一句话啊。当时啊，他叫我跟对昌法师学戒律，他给我讲一句话了。他说：“这个出家人呢，要通佛法，主要要通佛法经典啊，那么也要通世间法啊。如果只通佛法，不通世间法。” 他只能自立了，不能利他啊！就也就是说，通佛法不通世间法，不能弘法利身，啊，那就不能去帮助社会大众啊，来接触佛教、入佛门啊，这个利他就就没有了，就做不到了啊，只能自立了。所以要自行化他。 那必须呀、啊，对内外教典啊，都能够通达。那首先要先通达内点，啊，佛教里面的，佛教内的这个经典啊，当然出家人是这个主要的嘛。啊，我们这个店里也常讲嘛，“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”嘛。 啊，那每一个呃教派啊，每一个宗教，每个学术啊，那他都有他专攻一门的学问。那佛教当然，出家人是专攻佛经啦。啊，那佛经通了、啊，那自然也能通世间法。所以自己经教学通了。 再去涉猎那是可以的。那下面讲呢，懒勿生习学想，就是说啊，不要，呃，去学习这些东西啊。但是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也要知道啊，他这个讲习学啊，就是有。 共同的，或者是不同的啊。共同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伦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啊。这个在三教，包括其他宗教啊，乃至没有宗教信仰的，这个教育是叫共同科目。 不管你在家、出家，男女老少，大家都必须学的。啊，这个叫共同科目。那么，在共同科目呢，啊，还有个别科目。个别科目，好像大学你选科系啦，啊，有共同科目，共同要学习，不管哪你哪一个科系，你都要学的。啊，但是啊。 个别科目，那你你就要专攻了，那你不能不能学学很多了啊，学很杂了啊，那这样啊也不能成就。好像你现在去念大学，那大学它有分科系啊，啊科系啊，那你选择这个医学系，你就不能去念这个物理系嘛？ 这就颠倒了，啊，那你四年怎么能毕业呢？当然毕不了业了。那你自己本身这个科技学通了，再去涉猎啊，有多余的时间、精神再去涉猎，了解一下其他科系的，这个是可以的。啊，总之要个主办啦、啊，还有个主次啦、啊，啊，这个要分清楚啊，不能这个宾主颠倒啊。 啊，所以这里物生习学想啊，这句也要有一个说明了、啊。为什么不能学？不能学就是说啊，那你不能学那个个别科目了。那基本共同科目呢，那不管你你学什么教，那通通要学的啊，这个不能没有啊。 啊，比如说《弟子规》、《感应篇》、《十三页道》啊，伦理道德、因果教育，这个这个是,是共同科目啊。啊，这个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，你信仰什么宗教，都要学的、啊，在家出家通通要学的。为什么？它是基础，它是根本，它是共同科目。 啊，那我们仔细看呐、啊，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《感应篇》，佛家的《十三业道经》，它内容讲的是什么？就是观“关经静业三福第一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三业”。啊，那这三部典籍呀、啊，当然还有包括其他的典籍，跟这个三部相关的。 啊，这些基础啊，我们都必须要啊。那净业三福啊，净业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福啊，人天呐、啊，人天善法，伦理道德、因果教育，人天善法啊，这是第一福，就是地基呀、啊、根基呀、啊、共同科目啊。啊，这个不管在家、出家，男女老少。 各行各业，你信仰哪一个宗教，乃至没有宗教信仰，这个第一福，通通要学要修的了。啊，纵然呐、啊，你没有学任何宗教，啊，一般人呐、啊，都想求人天福报，啊，这是。 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都想得到人天福报啊。那么人天福报能不能得到呢？答案是肯定可以的啊。但是啊，你要依照啊净业三路第一福去修。 你要孝养父母，你要奉事师长，奉事师长也不是表面的啊。这个这个鞠躬啦、顶礼啦、问好啦啊，如果只有表面啦、啊，内心根本就不恭敬师长啊，那这个是假的啦，那也不是真的啊，跟孝养父母一样啊啊，要出自内心呐、啊，真诚恭敬。 那才叫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啊，不是表面上啊，做个表面而已啊。最重要啊，师长的教诲啊，能够依教奉行啊，那才是真正的奉事师长啊。如果师长教导的一条也做不到，那你表面啊啊，这个恭敬啊，供养啊，那也不是真的供养。 啊，所以一切供养，啊，以这个修行供养啊，那是最殊胜的了。啊，依教修行啊，真正的奉师师长啊，那当奉师师长啊，就是孝养父母的嘛。啊，所以慈心不杀，那才做到了慈心不杀啊，慈悲心啊，不杀生。 啊，有人慈心啊，修十善业呀、啊，不造十二业啊，这样啊，才能得到啊人天福报。那么有了这个基础啊，我们就可以提升。在学佛的人呐、啊，你要超越六道。那净业三如这个低伏这这么一个排列啊，一个顺序啊。 我们不能疏忽了啊，不能笼统看过啊。你没有第一幅这个基础，那肯定不会有第二幅。啊。第二幅是什么呢？第二幅第一句就是受持三皈，大家都知道啊。入佛门第一个要受三皈依呀，啊，受了皈依称为三宝弟子。 那三宝弟子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第一福，你第一福做到了，做到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，那么才有资格来入佛门，接受三皈依啊。所以第二福，第一句就是受持三皈啊。 受持三规，那么有了三规一啊，在居足众戒啊，这个居足众戒从五戒开始啊，五戒八观斋戒、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啊，这个戒力威仪啊，这个戒力威仪啊，建立在三皈依的基础上。 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的基础上，那三皈依就是世间法跟处世间法的分水岭了。啊，因为第二福啊是出世间法，啊，身闻言解，恶胜福啊，超越六道了。啊，你要超越六道啊，从三皈依开始。 啊，从基足众戒不换为已开始。啊，但是这个第二福必定是建立在第一福的这个基础上，没有第一福的基础，那我们讲的比较浅白一点啦、啊，你就没有资格入佛门受三皈依啦。 那现在呢？大家有没有祭祖，第一足、第一福的条件呢？啊，但是啊，没有祭祖啊，也是很多人都不都皈依了吗？那皈那不是真的啦，啊，不是真正的三宝弟子啦，那佛不承认呐。啊，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，大慈大悲啊，劝我们学佛的同修啊。 大家都皈依了，甚至受戒了，甚至出家受三坛大戒了，但是呢，不只有形式，没有实质，有名无实啊。所以劝我们呢、啊，要补习低伏的这个功课了啊，要从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啊，补习这个功课。 啊，所以三皈一是世间法、出世间法一个分水点，从这里开始进入佛门了。那可见得啦，你要入佛门呢、啊，还要低伏的基础啊，啊。那那佛在观经没有讲说啊，那个学佛的人低伏就可以不用了。 没有啊，啊！佛说这个要第一幅要先修啊，啊！韦迪西夫人啊，佛视线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给他看，他他选择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问佛怎么修才能去啊？佛还没有跟他讲十六观法，先给他讲这个三福。那可见的这个三福是十六观的基基础啊，你没有这个三福的基础。 那十六关呐、啊，你任何一关呢修不成啊，可见这三福重要啊！啊，所以第三福啊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圣，劝进行者，这是大圣菩萨福啦、啊，啊！读诵大圣嘛，大圣菩萨福啊！佛讲完了这个三福啊。 给韦迪西夫人说：“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那这句话非常重要啊！啊，我们可不能疏忽看过啊！啊，三世诸佛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任何一尊佛啊，修行要成佛，那这个三福是共同科目，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，这是共同科目。” 共同要学习的，你没有这个三途的基础，那修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佛讲了、啊，这个三途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呐、啊，大家注意看呐、啊，敬业正因呐、啊。啊，我们修净土是修敬业，啊，修其他任何法门。 也都是敬业呀，啊！你参禅学密、学教、学戒律，也通通是修敬业呀、啊，修清净心呢、啊。我们怎么要怎么样能得到清净心？这个三福是正确的修音，正规的修音呐。啊，这这个不能没有啊。 啊，所以这个共同科目你都要学习的，啊，像这个净业三图，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，那你这个你通通要有，啊，甚至你不是信佛的，那你要得个人天福报，那你起码要修个第一福嘛，不然你人天福报你也得不到。 所以，所有的众生、一切诸佛，通通必须修这个净业三福。啊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未来佛就一切众生啊，这个共同科目啊，啊，每一个人必修的啦。啊，那么选择法门，那个就分科了啊。你在这个基础上啊，你选参禅啦。 你选择念佛啦，啊，像这个净宗啊，十六关，你选择修哪一关？啊，那个是个别的啦，啊，你要参禅、学教、持坐，啊，那是分科了，啊，那分科呢？啊，你选择净宗，你要修净宗；选择禅宗，修禅宗。啊，你也不能同时啊，修禅又修静又修密。 啊，又学教啊，学了很多，这样这样的修也不能成就，啊，修到最后呢，还是人天无报，出不了六道。啊，这分科就是要讲究啊，专攻啦、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了，啊，这术业有专攻啊，啊，你这个专攻。 通达了啊，那再去涉猎其他的宗派，乃至于啊佛教外面的、佛教以外的这些经书典籍啊，各宗教的经典，通通可以涉猎啊，包括世间所有一切邪术都可以涉猎，开悟了，没有障碍。涉猎这些啊，不是自己要用的，自己要学的啊，为了接引众生的方便呐、啊。 所以，这对这些要了解啊，是见众生入佛门的方便啊，这一点我们要懂啊，也要加以说明啊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呢，啊，敬老和尚啊，给我们啊、哦、提倡啊，学习的啊，如是道三个根啊，这是基础啊，这个是跟佛教讲的。 五戒十善呢、啊，是相应的，那、啊、这都必学的了，啊，那这个不能说，哦，那这个是外道的书了，我们不用学了啊啊！很多人看到这一句他就误会了。啊，你看啊，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三本书，第一本《了凡四训》，第二本《太上感应篇》，第三《安世全书》。 那这三本书不是佛经啊，啊，但是讲的内容啊，跟佛经五戒十善意义完全相应的，他的他这个就是佛经啊。过去啊，家师敬老啊，在台北讲《了凡四训》，那就有出家人提出质疑啊：你一个出家人怎么讲外道的书呢？ 那、啊、他说什么是外道呢？我没有讲外道啊！啊他说那个了凡四训不是外外道的吗？那个也不是佛经啊！啊，你出家人怎么在讲那个呢？啊，那么我们敬老敬老跟他回答呢？他说这个不是佛经，但是佛经的法印啊，印上去了啊佛。 佛经的法印是什么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释出佛教。这个就是佛教的法印啊！佛教人什么？教人诸恶莫作，教人众善奉行，教人自净其意啊！这个就是诸佛所教导众生的法印。这个法印呢、啊？ 那了完事情，是不是教人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呢？啊，内容讲的的确是这样啊。啊，那这个四诸佛教啊，佛的法印就印上去了。那法印印上去，它就是佛经啊，它讲的跟佛是一样的。啊，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啊。 经典也不是完全都是佛一个人讲的，啊，也有菩萨讲的，也有阿罗汉弟子讲的，啊，也有外道、天人、仙人讲的，啊，那么他们讲的，经过佛的认可。 佛的印证，哎、的确，他讲的没错。那佛一个认可，那他就是佛经。虽然不是佛讲的，但是佛同意认可，那他就是佛经啦。啊，因为他讲的意思跟佛讲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看看《弟子规》，那《弟子规》讲的内容啊，那是不是观经、敬业三福？ 第一幅讲的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呢、啊，这伦理道德的教育啊，是不是符合这两句经文呢？我们仔细看，的确是没错啊。啊，这一部《弟子规》就是你怎么去落实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具体的做法了、啊，详细的。 细木的、啊，《敬业三读》《低服》这两句经文呐是纲啊，啊《弟子规》是木了、啊，木就细木啊，纲是一个总纲领啊。你怎么样向养父母？怎么样奉师师长？那具体内容就是一部《弟子规》。我们来看看对照，没错啊。 那有这两句经文去印证啊，那它就是佛经啊，啊，你就不能说它是外道了，啊，虽然是儒家的东西，但是佛承认啊，它跟佛讲的一是完全相同。那《太上感应篇》啊，是不是讲慈心不杀呢？你看啊，太上感应篇》讲“微礼烹宰，昆虫草木有我不可伤”。 那是不是这一句的注解呢？这一句的这一句的延伸呢？那看一看呐、啊，的确是啊。修十善业啊，那么佛说十善业道经啊，当然这是佛经了啊。所以《般茶三的业报经》讲啊，言十善者含摄一切善法，言十二者含摄一切恶法。 就讲到十善，它就包含所有的善法啊！无论是佛讲的，还是菩萨讲的、弟子讲的、外道仙人讲的啊，一般世俗学术学者讲的，讲的跟佛相应那都是佛法。 啊，都包括在十善、十恶里面。这个、这个我们要了解啊，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呀，啊，这个不能不加以说明啊。没有加以说明，大家肯定会产生很多疑惑了。这些我们也都要知道。所以印光主师提倡这三本书。 啊，那么在佛教当中啊，啊，特别是出家人呐、啊，有很多人也不能认同啊。但是啊，佛认同啊，佛的法印啊认可了。还有《三茶三恶一报经》讲的，言十善，它涵盖一些善法；言十恶，就涵盖一些恶法。 啊，这三本书是不是欠人断恶修善呢？是啊，断时时啊断十恶修十善呢，没错啊，啊那不就是跟十善业道经相应了吗？那这个十善业道经这个法印也印上去了啊，啊要懂这个道理啊。那么这一条主要是说我们。 这个主要学习的啊，经典呐、啊、要先深入，你学通了再去涉猎，啊学不通啊你先学自己本科啊自己要修的啊，那不要啊这个这个这个学的太多太杂了，这样啊就错了啊就不能成就了，啊下面呢、啊、我们看四十六。 不得徐学诗词，不得着心学字求功，但书写端楷足矣。那么这一条啊啊，就是说啊，出家人呐、啊，不要去学习呀啊，作、啊、诗啦、作词啦啊，还有去学字求功，功就是说学的。觉得 像书法家一样啊，因为出家人本分的事情是学习经典啊，不是学这个啊，学经典为主啊，不是要当一个书法家嘛？出家人呐、啊，学习经典呐、啊，就是要了生死、出三界啊，严承佛道。 普度众生嘛，这出家人本分的事事情啊，那不是去当一个书法家啊。但书写端楷书，就是说你这个字啊，写的端正，楷书啊，端楷啊，就是不要去写什么什么草书啦、隶书啦、篆书啦，就不要写那么多啦。 学一个正楷的就可以啊，大家看得清楚、看得懂就好啊。因为我们出家人啊，不是要去当书法家啊，所以不必要啊去学这些诗词啊，也不必啊刻意啊用心去学这个字啊，甚至有人去学画画啊，这个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。那么，如果在家有这个。 技能啊，啊，在家这个书法就写得很好，画画画得很好，啊，像弘一大师一样啊，多才多艺。出家之后啊，我们看弘一大师，他也是专主戒律佛经了，这些他放下了，啊，但是以前在家学的有某一些部分呐、啊，他啊这些艺术，他可以用来啊，接引社会大众，弘扬佛法。 啊，但是他出家了，他就是以佛佛经为主了。这个我们也要啊，能够理解啊。所以出家人呢、啊，不适合去学这些啊，不要把那个时间精神都放在这个上面。那下面呢啊，我们在这个弘一大师格言别录、啊、他有把这个偶遇祖师的韩家集啊。 也编进来。那么我把这个偶遇祖师啊，啊，这个给当时的学人开示啊，出家人啊开示的啊一一篇短文啊，他说：每见人容中偷闲，吟诗习字，做种种请客啊，这个。 一段啊，就说每见人啊，他常常看到有出家人啊，他有很忙的时候当中有偷闲，偷闲就是啊，早一点时间，早一点时间做什么呢？吟诗习字，吟诗就是吟诗作对啦，练习字画啦，啊，做种种的顷刻，他常常看到很多出家人是在做这些事情。 岂不能偷闲万大圣，习心学定慧也？啊，那这个偶遇倒是看到就很很感慨，说了：，那你找一些时间啊，去学这个吟诗、写字啊，做种种的清课啊，甚至呢，画画啦等等的。难道你怎么不能够偷闲？ 安排个时间，万大圣啊，这个万叫万位大圣经典呐、啊，啊，为什么不把这个时间用来啊深入经教呢？习心学定慧也啊，习心就是说习这个妄心啊，把这个妄心呐、啊，仔细下来啊，先定下来啊，学定慧啊。 啊，那这个才是出家人呐、啊，本分应该做的啦。比于师智得少，换位未尝与大圣定会得真法位也。那么他看到了这出家人为什么他喜欢呐、啊、去学诗、学字等等的啊这些清课啊，因为他在这个上面呢、啊、有得到。 啊，少许的幻味，幻就是虚幻的，啊，虚幻的华味了，啊，他觉得这个里面啊，啊，他得到啊这个意味，啊，所以他有兴趣，很喜欢，啊，在这个当中，啊，他得到一些幻味，啊，这个幻呢、啊，就是说虚幻的，那不是真实的了。 啊，所以吟吟诗作对啦，写写字啊，那也是人生啊，啊一个享受啊，那个享受就叫换位了，享受那个虚幻的意味啊。啊，未尝于大圣定会得真法位，也啊，未尝就是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大圣经典呐、啊、得到真实的法位啊。 啊，那个大圣经典，那个法位才是真的啊！啊，所以佛门里有一句话讲：世味哪有法为浓啊？那个真法味那才浓啊，那才是真正的法喜啊！啊，那个世间的世味啊，啊，怎么能够跟这个真法味相比呢？啊，跟这个经教的法位相比呢？那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了。 啊，说众然众不得位，意为无上菩提而作种子。众不得位，就是说学习这个大圣经典啊，还没有深入，还没有尝到这个真法味。啊，好像我们念经啊，我们念弥陀经、念无量寿、念念念，我们也还没有得到法味啊，还没有得到华味，就是还没有深入啊。 你要深入才得到法位。那纵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法位啊，我们多多接触大圣经典，纵然不得位，亦为无上菩提而做种子啊。那也是啊，为无上菩提啊，做一个金刚种子了啊，做这个金刚种子。 且幼时失志，意向不得，未终来。啊，就是说你年纪小的时候啊，啊，这个古人啊都要读书啦，啊，这个也要练习写字啦。那刚开始在学的时候啊，那也是没味道啊，啊，也是学得很辛苦啊。那后来呢，学学学啊，也学到啊，感受到那个。 意味了，啊，也是从不得位当中来啊，到最后呢，哎，尝到这个意味了。安知佛法见心习不以现身得受用也？啊，那你怎么知道佛法呢？你不断的心习呀、啊，不能在我们现在这一生就得到受用呢？啊，当然啊，你。 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慢慢的啊，你就会尝到法味了。结结人之精神用之失智啊，这些就是一个感叹词的啊。这人的精神时间呢、啊，都用在这个啊，这个人是指出家人呐啊,啊，这个精神呐、啊，时间用在这个学诗学字啊，浪费在这个上面。 那把时间、精神浪费在上面，很可惜。无见右军李杜不出生时。啊！那你学这个诗字啊？我一主持讲啊，他说我看到啊，右军，右军就是王羲之的。王羲之啊，他是我们中国啊，宋朝啊著名的书法家啊，他官啊当到右军。 啊，李杜啊，李白、杜甫啊，我们中国啊，唐朝有名的诗人啊，那书法家跟诗人怎么样呢？不出生死，还是六道轮回啊？啊，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精神用之佛法啊，无见善乱厌喜愚痴特加大智一半。 啊，这个散乱宴席啊，就是蓝陀了啊，阿兰的胞弟啊，他他这个心比较散乱啊，但是他们学佛啊，啊，虽然很散乱心在学佛，但是终究他们也超越六道轮回了。特加叫周立盘陀崛啊，啊，他是最笨的，但是他锲而不舍，在佛法里面呐、啊。 你是一门深入，长此熏修，到最后啊，他也超越六道轮回啊！啊，他们已经超越生死了。啊，那你字写的再好，诗做的再好，还是六道轮回啊？不能处理生死。那出家人主要为了出生死啊，那你，你把那个时间精神用在那个不能了生死的。 这些方面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应该把、啊、主要的时间啊放在研习经典啊、借力啊这个方面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四十七啊，请翻到六十二页，我们看第一行四十七。 对经典如对佛，不得嬉笑，不得借人经看不烦，及不加爱重，以致损坏。那么对经典呐啊,啊，要像对佛一样啊，不能在这个经典前面呐、啊，嘻嘻哈哈的在开玩笑啊。所以我们展开经典。 就像佛在我们眼前给我们开示一样，啊，所以要恭恭敬敬的啊读诵，啊，不能呢对着经典，然后呢啊跟人家开玩笑啦，在在玩啦、啊，在游戏，那不恭敬了啊，不恭敬会有罪过、啊。那么也不能够借人家的经看呐、啊，不凡。啊。那古时候啊，得到一本经书不容易，都用手抄的。 那你一天能抄多少个字？啊，真的啊，要得一本经可不容易。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，啊，这个印刷的成本很低，啊，我们随时要得到什么经典，甚至一部《大藏经》都随手可得。那那大家呢，反而不知道珍惜了。啊，那这可是古时候啊，啊，这个经书很少，啊，要看经啊，都要向人家借。 自己没有啊，向人借。那给人家借经来看呢，啊，不能不加也爱重啊，啊，不能给人家损坏，不能在经典里面呢、啊、给人家写字画画，啊，以致损坏，这个对经典的不恭敬，对不起人。啊，人家经借给你啊，你给他破坏，啊，这个就不对了。啊，所以这一条啊，主要是恭敬啊，对经典的恭敬。 啊，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。啊，如果对经典呐、啊、没有一点恭敬啊，拿着这个经典呐啊，有的人甚至还在骂人，那,那这个都是罪过啊啊！那个这个对经很不恭敬，得不到利益啊。所以佛法从恭敬中求。我们再看四十八，凡入四门不得行中央。 须沿左右边行，沿左先左足，沿右先右足。啊，这个四十八条啊，凡是我们入这个寺院的门啊，不要走那个当中啊。我们常常看到寺院啊，两边有左右偏门啊，那大殿啊，当中那个中门啊。不要从那当中走过去。那现在很多学佛的人不懂啊，一进佛寺就从当中冲进去啊。 对佛也不恭敬了，啊，就要从你从右边或者从左边两边的这个偏门进去。那从右边呢？啊，这个试验啊，传统的试验都有门槛，那你要跨过去呀、啊。从右边，你要靠右侧，就是你右脚先进去，再进左脚。如果你从左边这个门进去，你左脚先进去，右脚再进去。 啊，这个呃规矩我们要懂啊，还有啊，进到寺院呐，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拜殿呐、啊，你不要去拜啊，那个是寺院住持在拜的啊。有的人不懂啊，啊，刚学佛的居士啊，啊，那一进去啊，他都看到那中间那个最大的，他就在那边拜啊，那个不懂得佛门的礼节了啊。这一点呢，跟大家提醒啊，你在旁边两旁去拜，这样就好。 啊，不要呢！哦，看到那个大的啊，那个当中那一个啊，就跑到那边就拜了啊。因为过去啊，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居士啊，他不知道这个佛门的礼节啊，那这个会给人家看笑话啊啊！那这个这个，这个人怎么不懂佛教的礼仪呢？啊，这个我们也要注意啊，所以大家记住啊，进到佛寺。 怎么进去啊？那不要从中门进去，从两边啊，从右边右脚先进去，从左边左脚先进去。进去之后啊，不要在当中人家住持拜的那个大拜殿拜啊，那个是给住持拜的啊，应该在两边啊或者后面啊来拜啊。这是佛门的呃礼仪啊，这些常识啊，我们大家也必须要懂啊。有不懂的人呐、啊。 我们也有义务跟他提醒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